如果以現在這樣的時勢，螢幕選擇好螢幕不用有菌都很方便螢幕選擇 環境就靚好多，方便好多，唔覺得以前即係好污糟啊，咁同埋一來冇咁多選擇，所以我好少喺度買餸。菜檔都冇以前咁多嘅，以前冇咁多嘅，而家多好多。 So, 你看一下，有。